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讲。那前面的这个介绍工作咱们都介绍完了，介绍完事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去进行开发了、学习了。那开发的话，是不是就离不开对应的环境啊？在 Django 里面的话，还有对应的环境的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再去使用 Flask 的时候呢，也离不开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再去使用这个环境的时候呢，在 Django 的阶段的话，大家已经接触过虚拟环境的概念了吧？我们在这里面的话，也是仍然去使用这样的虚拟环境的。那你现在去想一下，为什么要去引入这样的虚拟环境啊？之前去想一下，为什么在开发的时候呢，就要去使用这样的虚拟环境呢？原因就在于之前是不是也说过了，你的每个工程当中所用到的那些个 Python 里面的一些包啊或者模块，它的版本号可能是不一样的吧？然后呢，你还可能使用的这个 Python 的版本还是可能不一样的。而且呢，哪怕是对应于同一个你对应的这样的项目当中，你随着你的演进，你可能要把你的项目从 Python 2迁移到 Python 3。那这时候的话，如果在整个系统环境当中还是统通的去使用一个环境的话，肯定会有问题的吧？因为你 Python 2跟 Python 3所依赖的这样的程序包的版本是不是也得随着切换呀？所以我们再去想了，你实现一个工程的时候呢，尽量就把工程里面的不同的这样的包呢，尽量给它隔离独立开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引入虚拟环境的这样的概念。那引入虚拟环境的时候的话，我们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说，每一个工程来说，它自己都是一个独立的环境，这是咱们之前所去说过的。那关于虚拟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安装的话，跟Django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去讲了。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要去做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创建一个虚拟环境。那大家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当中，可能应该还没有 Flask 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吧？可能还没有，所以大家需要自己去创建虚拟环境。在 Django 当中已经安装好了虚拟环境的工具包，所以呢，接下来再去创建虚拟环境的话，那个命令还有没有印象啊？还有没有印象啊？应该是 make mmk 吧 ，make var virtual environment 吧。然后呢，再去指明一个你的名字，比如说你可以去写 make environment 是 Flask， 或者是 Flask py2， 代表的是它是 Python 2的版本，是不是通过这样方式可以去创建呀？然后我已经创建完了。那创建完成之后的话，那对应的实际上是不就前端就能看到你已经进入到一个虚拟环境了。然后紧接下来再来做的工作呢，就是 pip， 然后呢 install。通过这样的 PIP 的命令是不是安装呀？安装的话，我们要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呢？咱们要来安装的是 Flask 0.10.1 的这样的版本。我们要去使用的呢就是 0.10.1 的这样的版本。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指明 PIP install Flask， 然后呢，一定要去指明它的版本号双等号 0.10.1， 通过这样的命令呢来去安装一下 Flask。这是我们要去做的。然后呢，这是之前已经去学习过的。就相当于只不过给大家去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虚拟环境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需要让大家知道虚拟环境它到底是怎么做到隔离的，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那它怎么做到这个隔离，大家之前有没有去了解过这样的东西？没有。我们来去看一下，当你说我去执行一个 make var 这样的 environment 这样的东西的话，创建出来一个虚拟环境，然后呢，你所能看到的变化仅仅是在前面命令行的提示前面加了一个括号，然后呢，把这个名字给放到这儿啊。那它对应的最本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来去看一下，你怎么去了解呢？切换到你的加目录，波浪线是什么加目录啊？切换到你的加目录当中，然后呢，在你的加目录里面来看一眼，有一个杠 A， 在这个加目录当中有一个文件夹，哪个文件夹呢？点是不是代表隐藏的意思啊？是隐藏的，叫做 virtual environment virtual env 的这样一个目录，它是一个目录。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目录就是整个的虚拟环境所对应的目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加目录当中切换进来，切换进来，你再来看一眼，你在这个目录当中所看到的熟悉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所去建构的 Django py3 呢，然后呢，或者是 Flask， 或者是 Flask py2， 这些通通都是对应成谁的呢？就是你之前所去敲过的这个命令 make virtual environment env， 然后呢，你后面写了什么东西，它最终就会在这个目录当中给你新建一个文件夹，这是一定要清楚的问题。所以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新建了一个这个虚拟环境之后呢，它在这里面建了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那在这个文件夹当中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进入到哪儿呢？比如说我进入到这个 flask py2 cd flask py2，
然后我进来之后，你再来看一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有一个 B 目录，我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看这个 B， 这个 BIN， 你只要一看到 BIN， 它就代表的是一个二进制的意思，也就意味着说，在这个目录当中存放的，通通的全部都是可执行的程序。也就是说，你运行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当程序运行起来。这里面你看到有没有一个熟悉的东西啊？有一个 Python 2吧，还有一个 Python 2.7 吧。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Python 程序运行的时候离不开的那个解释器了。因为我们知道了，你知道 Python 运行的话，是不是都得敲了一个 Python 的命令才能去运行脚本啊，对吧？所以呢，最终的这个在 B 目录里面，它会有一个 Python 的这个解释器。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点操作了。所以就相当于，如果我一旦当前是工作在虚拟环境当中的时候，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去执行，我在这里面去执行，在哪怕不是说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哪怕不是在这个 Flask bin 当中，而是说我在随便的一个目录里面，只要当前这个目录已经运行在哪儿呢？只要当前的这个目录一旦已经运行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来去做的时候呢，你在这里面执行一个 Python 这个命令的时候，那这个 Python 的解释器的命令它在哪儿呢？并不是在你的系统的标准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我们之前所去认为的这个斜线 user bin 里面，不是在一个系统环境里面，而是在哪儿呢？你所敲的 Python 通通的全部都是在你虚拟环境所去指明的那个目录里面对应的 bin 目录里面的这个 Python。所以就相当于你每创建了一个虚拟环境，对应的你在这个 virtual env 的这个目录里面就会多了一个虚拟环境同名字的那个目录。你的虚拟环境不同，你的目录就不同，你的目录不同，那它对应的这个解释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首先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隔离，就相当于你每个虚拟环境使用的解释器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版本而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再往上走，再往上走的话，再看哪儿呢？再看这个 lab 是不是代表一个库的意思啊？所以我进入到这里面，再进入到 Python 2.7 当中，进入到这里面的话，然后呢，我在 Python 2.7 当中再进哪儿呢？我再进这个 set package， 进这个目录，然后呢，我 list 一下。你在这里面 list 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在这里面所去出现的，比如说这个 flask， 比如说 flask make rate， 比如说 flask 这样的一个 WTF。通通的，你只要是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通过谁呢？通过 PIP install， 你安装了什么样的工具包？那这个工具包的代码放到了哪呢？也是放到了对应的这个虚拟环境所对应的目录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set package 这目录里面了。所以相当于你的虚拟环境不同，对应的安装的工具包是不是也隔离出来了？就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隔离的。所以呢，这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然后说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再回去想一下，回头去想一下，在去做 Django 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引入过那样的一个搜索引擎啊？引入到一个 hook 是吧？对吧？你在 hook 当中是不是要去改过一个对应的接本分词啊？那接本分词让你自己哪改的？是不是就让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里面去改了呀？所以就相当于你改的是你虚拟环境里面那个工具包当中所对应的源码了。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也就意味着说，你日后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如果你改的这个东西需要调整这个包的源代码，那你去改呢？如果你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那就去虚拟环境里面所对应的目录，自己去找它在哪，去改它里面相应的文件就可以了。所以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有一点需要说明问题，哪一点说明问题呢？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呢，哪怕你当前是运行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的，但是你安装的时候前面一旦加了搜索度，那你一定要清楚这个搜索度所安装的工具包并不是安装到这个独立的隔离环境里面了，而是说它真实的给你安装到系统环境当中去做了，达不到隔离了。所以就意味着说，我们在虚拟环境当中安装工具包的时候呢，前面一定不要加搜索度，加了搜索度的话，那达不到隔离的作用。这是关于这点大家要清楚的问题。然后呢，那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再来去想一下，那你比如说我再去创建一个 make virtual， 然后呢，比如说 flask，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 flask， 然后呢 py pool。创建完这个东西之后，那你说当前的这个虚拟环境它使用的是 Python 2的版本还是 Python 3的版本？不确定吗？是很确定的，它使用的是 Python 2的版本。你要去指明使用 Python 3的话，怎么去指明呢？后面加上一个杠 p
这个中学建的这个 P， 然后呢再加上 Python 3，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解明。原因在于哪呢？原因就在于你不再加上这个杠 P 的时候呢，它采用你操作系统当中默认的 Python 解析器的命令，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家在自己的心理大家在这个系统环境当中一敲这个 Python 的时候，通常对应的是不是都是 Python 2啊？你再去敲，如果你把你的这个你把你的东西改成 Python 3的话，那它是有可能给你对应的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 make virtual， 然后呢创建一个虚拟环境，比如说 Flask。如果你的系统环境当中所对应的那个 Python 默认的版本是 Python 3的话，那你在前面它有可能给你创建出来是 Python 3的版本。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环境，也就是说大家之后再进入到你工作当中的话，你通常情况下通过这样方式创建出来的这个环境里面对应的 Python 解析器也是 Python 2的。所以如果要去指明 Python 3的话，怎么去指明呢？后面加上一个杠 P， 再加上这样的 Python 3，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创建出来的虚拟环境里面默认 Python 解析器就是 Python 3的版本，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去指明。 P 代表的是一个 path 的意思，也就是说路径的这样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说明完那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哪个问题呢？还是关于虚拟环境当中所要去谈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了，如果你想去查看一下当前在你的这个虚拟环境当中都已经安装过哪个对应的目录的时候，怎么去查看呀？是不是可以通过 PIP， 然后呢 list， 是不是可以查看呀？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命令呢，能够去查看一下当前在你的这个虚拟环境当中究竟都安装过哪些工具包吧，是通过这个能够查验出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命令，哪个命令呢？ PIP freeze， freeze 是代表冻结的意思，通过它你也能够查询出来当前在你的这个环境当中都已经安装过哪些东西了，是通过这样命令也能够查验出来的，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列出来了 PIP freeze。 那么再来看一下后边这个 freeze 命令有什么用处呢？它的一个用处就在于对应于你，比如说当你在你的整个工程当中，然后呢随着你不断的工程的开发，你可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工具包，通通的都给你随着你工程的开发都会安装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来了。安装到虚拟环境之后的话，当前的这个环境呢仅仅是在你的本机当中有的吧，如果你把你的整个工程代码迁移了，迁到别的电脑，比如说迁到线上环境，迁到线上环境的时候呢，线上的那台电脑当中可能并没有你所安装的这些依赖的包了，没有这些安装的依赖包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还得一个一个安装啊？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个快速的方式，哪个快速的方式呢？就是先把你已经形成好的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所安装的依赖包的这个名单你给它冻结一下，形成一个文件。怎么去形成呢？就是直接去执行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咱们怎么去执行呢，我就在我当前的已经创建好的一个工程，就叫 code 工程，我在这里面去执行，执行什么东西呢？ PIP freeze， 然后呢再加上右箭头，右箭头代表的是重定向，就相当于是说把你左边的这个东西刚刚能够列展示出来的那些个东西呢通通的都给你放到哪呢？重定向，写到一个文件当中。这个文件的话，如果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去指明对应的路径，你可以给它放到比如说加目录啊，或者说你指明的目录，如果没去指明的话就相当于就存放到当前目录里面来啊，所以我就给它放到当前目录。比如说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就叫做 requirements， 你叫做什么名字都可以，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性的把它叫做 requirements， 也就是说依赖项 REQUIRE requirements， 然后呢它可以是一个普通的文本文件，所以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去指明。指明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在我的工程目录里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啊，对吧？你把它点开，你把它点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对应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刚才跟我们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呀，你就可以把它形成一个这样的目录，形成这样的文件。形成这个文件有什么用途呢？这个文件的用途就相当于是说，那我好了，我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环境，我只要把这个文件交给谁呢，我想让谁同步我这样的环境的话，那我就把这文件交给谁，交给谁之后的话他怎么去做呢？他先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虚拟环境，创建完成之后再去执行 PIP install， 然后呢再加上杠 R 的意思，加上杠 R 之后的话，然后呢怎么去做呢？加上杠 R， 然后对应的是哪个文件，你把文件放过来，
刚才我对应的是这个 requirements， 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就相当于能够找到 requirements， 通过这样方式去指明。指明完这个方式之后的话，那 PIP install 大家都知道了是安装吧，那杠 R 的意思呢就是从这个文件当中一行一行的进行读取，把这个文件当中每一个工具包呢都给你安装上，所以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一次性把所有的依赖项全部都安装完成，这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在给大家去讲的时候呢，讲虚拟环境里面又给大家去提出来了两个命令，这个两个命令呢要求大家每一个人必须都要会去用。前面这个 PIP freeze 这个东西跟这个 PIP install 杠 R 了，那我们在课下的时候呢，今天呢会把咱们的整个依赖项的这些工具包的这个 requirements 呢我会一块儿发给大家。所以呢大家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创建完一个虚拟环境，创建完一个虚拟环境之后呢直接执行 PIP install 杠 R， 然后呢把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放到这里面来，让它帮助你一次性把所有的依赖项全部安装完成。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好，大家谢谢。